生女儿，王爷，下官可以帮您，下官可以帮您生女儿。这是你做的？生活不易，必须得有点小才艺。王爷，您不知道，巨力啊，他贪嘴，在穆家的时候总是吃不饱，所以我们就偷偷的弄了一些食材，在房间开小灶。不才有点小聪明，做什么事都想着要比别人多做一点，做得好一点，那自然厨艺也是不错的。王爷，来，您尝尝。王爷怕有毒，下官给您试。好吃，真好吃。王爷，您看，没毒。本王自己来吧。给。怎么样，王爷？是不是不输一品阁？我们家弟弟说了，等以后我要是不当官了，我们就去乡下开个糕点铺子，想必也能养活自己。你读这么多年的书，是为了当个厨子吗？今日看你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个盒子，你是去柔家那儿也带了这些点心。公主也说好吃呢。下官跟公主那真是相见恨晚，相谈甚欢。王爷，那跟您喝一杯。那你见了公主也这么没大没小吗？王爷，公主特别亲切，但是下官对公主非常尊重，怎敢失礼？下官，只敢对王爷失礼那么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那你就是不够尊重本王？不是不尊重。不是不尊重，是，恃宠而骄。王爷，下官要是失了礼，那也是，王爷给惯坏的。王爷对下官真好。王爷护着我，惯着我，还给我钱花。王爷对我真好，王爷比我爹都对我好。本王可生不出你这么大个女儿来。生女儿？王爷，下官可以帮您，下官可以帮您生女儿。下官必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真是喝多了，不过你却还知道哄本王开心。没有哄，王爷，下
才会对您都是真心的，不是谎。那若本王不是王，而只是个普通人，你还会这么对我吗？下官第一次见您的时候，还以为您是小清宫的小官儿。那下官不也是救了您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从未看不起低贱之子，即便是对小清宫里那些色衰潦倒的女子，也是一片人心。若我不是定王，你是否又会对我少几分伪装，多几分真心？以后别在旁人面前喝这么多了。